是轻功的当日换上运动鞋，然后把耳机戴上，准备去公园。待会家里要开上，欸、看了又看，唱了又唱，一旁的树站了又站，叶子散了又散，还有几只鸟儿飞，都跟着蝴蝶追，情侣在约会，而我一个人继续追蝴蝶。Butterfly, butterfly，、对我一个人，对我祝福亲，对我还有弟弟，但不是重复性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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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左脚踏出。右脚恢复上一动，走个两三步又回到上一弄。走的弯路，或个猫尾巴一动，一旁的阿姨聊着，我这里哪里痛？谁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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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去哪里？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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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去哪里？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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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去哪里？哪里哪里哪里要去哪里？要不要去你那里？我说那是哪里？反正不是你那里。OK， 我以前在那里上班，车费不报账单，都是走路上山，空气不像温室般脏乱，装扮自然不必华丽，穿着休闲贵，自然不会麻痹，多亲近自然，身体不易乏力。我有带瓶自来水，要就拿去，咕噜咕噜，大口吞，咕噜咕，大声鸟叫声，咕噜，山中水浮一乌噜。画面有一尊，用一生的力追寻天边的日头，不如放梦脚，不放下前边的事。看看你的裤子，满是尖尖的刺，那是大花仙过草的刺。啊，狗屎！哦，线！不要忘记看路，且一边享受悠闲，一边关注世俗的美好，别把自己关住。下次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请记得散步。喂，左脚踏出，右脚恢复上一动，走个两三步，又回到上一弄。走条弯路，或跟猫尾巴一动，一旁的阿姨聊着，这里哪里痛？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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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去哪里？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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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去哪里？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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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去哪里？哪里哪里哪里 ？One more time， say 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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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去哪里？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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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去哪里？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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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去哪里？哪里哪里哪里 ？Just walking down the street。你要去哪里 ？Go home. Just walking down the street. Let's go. 你要去哪里 ？Just walking down the street. 哎，你要去哪里 ？Just walking down, walking down, walking down. 哦哦哦哦。散步啊。然后最印象深刻就是我最近去强力录音室的时候，我们去强力上课，就是在一个这么高级的录音室里面可以这么爽。他们对于音乐是很有执念的人共事的时候，感受到的东西其实很不一样。但是也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机会去那边上课，我就觉得说，原来音乐它我们真的是摸不到边际。我们可能已经觉得这样足够了，但一旦你觉得足够，就代表你的路程已经结束了，但它其实可以再走很远很远。讲实在话就是。我一直很想发专辑嘛，几次摩擦，然后跟沟通以后，就会发现做专辑还有很多在幕后的工作，不单单只是音乐这方面而已。后来，小平就一直跟我说，你要鼓起勇气多去参加比赛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来参加开飞广场这个比赛最重要的原因。就是我每次到可能不同的表演场子，碰到明明是我不认识的表演者，但是他们都会跑来跟我握手说，哎 ，Polo 久仰大名，类似这样子的话。然后那其实很多次会让我很
shock， 可是又觉得很感动，是我的东西正在慢慢的被这些跟我做一样的事情的人听见，然后他们是愿意来认可我。那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对我的父母嘛，就是我的根源，从小他们让我接触很多不同的音乐，而且包括每一次我要去比赛的时候，他们都会为我祷告啦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家庭，然后就会把这件事情摆在神的手中，我觉得是一件很美的事情。感谢主，阿门。